好，来介绍一下我发现的一个叫威尔模拟器，它是可以模拟威尔第二阶段的一个机制。所以如果说你就是想了解或然后去过一下这个威尔的机制，但是你没有达到235级，你可以试一下。这个软件是必须要在韩语的系统打开啊，不然的话它会提示你打不开。好，就是这样一个界面。然后你按 F1 键，它会有一些提示。这个软件的话，它是2021年2月这个16号发布的，然后17号这更新的。然后左右是移动键，上键是跳跃键，F1 就是说明键，然后 N 是用来进行这个机制运行的，这样子，左右是移动的，上键是跳跃键，然后它会模拟这一个，它中间打到一半血的这个机制。这样子，你按一次 end，它就恢复回去。